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毛光照业三昧门。今天我们从第35比清净光看起啊，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啊。右方光明啊，比清净，昔为闻香皆得闻，一向施佛及佛塔，是故得成此光明。六根的光明，前面我们学过眼清净光，耳清净光啊，今天是第三呢，鼻清净光。他的功德啊，昔所未闻啊，昔未闻香皆得闻。这都是化身大士啊，我们六根的本能是没有障碍的，不但没有障碍，大乘经教里面呢，佛常常讲六根可以互用的啊，你说多么自在啊！什么时候能互用呢？心通了，心没有障碍了，就能互用了。那么心的障碍是什么？有分别心就有障碍，就不通了，眼只能看，耳只能听，不是，你有分别啊，有分别心，这六根每一个根只有一个用处，不能互用，到没有分别呢就能互用，有执着那就更不能互用了啊，所以为什么化身大士六根能互用，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明白了。啊，六根互用啊是本能。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呢，本来都有的，这一点都不稀奇。现在变成不能互用啊，是我们自己有了业障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业障。业障要消除啊，能力就恢复啊，所以我们在经教里面看佛陀的教诲，阿罗汉恢复少分啊，不太大啊，菩萨了阶级很多，
通常讲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原教说的，啊，原教初住菩萨了，就破一片无名这一份法身。如果在别教呢，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呢，是初地菩萨啊。我们一般讲三行十圣啊，十圣才是法身菩萨啊，三行还不是，三行就是别教里面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么他们比阿罗汉还是高这个六根能力恢复啊，比阿罗汉要多啊，这个能量呢也广啊，但必须是真法身啊，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才完全恢复，虽有习气障碍不大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学了很多了啊，懂得这个道理啊。习味闻香这一句里面含义太广了，现在科学家也告诉我们你看在这个空气里面有香气啊，啊，有气味的香气。佛经里面常常赞叹的是牛头赞叹啊，我们一般讲檀香啊，但是佛经里面讲的檀香人间现在没有啊，那么在古籍里面记载的大概是唐朝初年有西域的高僧啊，就是印度的这高僧呢，到中国来弘法的，带来了有四两赞叹啊，四两。那么带来呢，想进贡给皇上啊，给皇帝，也就是做礼物啊，送给皇帝。送给皇帝的香，至少要一斤啊，四两太少了，人家不收啊。啊，所以。他就燃了一点啊，那我们知道啊，四两不多啊，啊，他燃烧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两半两的样子。那个时候的首都是在长安呢，就现在的西安。佛经上记载，这个香燃着之后，这个香气能够。这个播散的范围多大呢？四十里，四十里范围之内都能闻到啊！
这个相是真正叫上好的妙相啊，众生有福啊，啊，这些珍宝就能出现了啊。实在讲，现在这个道理啊，我们都能够啊明白了啊，不再感到奇怪了啊。众生有福，实际上呢，还是这个物质还是一样的啊。这个物质组成的方式啊，产生变化。啊，那么这些好香，一切众生闻到啊，有利益了。啊，我们一般讲身心舒畅，还不止，闻香能开悟啊。啊。下面讲舌，舌尝味能开悟啊！啊，佛给我们介绍的香即果啊，香即果的众生，六根当中舌根最利。你给他讲东西，他听不懂啊；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这个胃给他一尝，他就懂了啊。所以相继过佛说法了，不用言辞，怎么说法呢？请客，请大家来吃饭啊。这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很多开悟了，很多证果了，相也如是啊。啊，所以就是看呢，这个众生很多，根性不一样啊。我们娑婆世界耳根最利啊，《楞严经》上文殊菩萨简寻圆通啊，菩萨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这个道理也是孔子在《义系辞传》里面有两句话说：“物以类聚，方以群分。”这个道理也是自然的啊，不是人为的啊。人的习性啊，他喜欢什么，一定呢跟同好的人啊都喜欢这个，他会聚集在一起，自然成了一个团体。耳根利的众生呢，都生到娑婆世界了。啊，舌根利的呢，都生到相继过去了。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啊。啊，凡是在娑婆世界的，啊，到这个地方来受身的，我们一般讲来投胎的，都是耳根很利。那么所以这个香我们能理解啊，香是一种气氛，不好的香啊，像毒气啊。那我们闻了的时候，它能够破坏我们身体的组织啊，破坏我们的器官细胞组织啊。人轻的呢，他就得病，重的会死亡
这个诸位知道啊，啊，就用常识知道啊，啊，所以好像对人身体就有利益。好的香啊，能治病啊，牛头旃檀就能治病啊。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瘟疫啊，现在人所讲的是传染病啊。这一类的时候，这一类这个疾病呢，这香就能治啊。所以我们供佛一定要好香啊，不要燃太多，一支就够了。啊，你说牛头旃檀那就太名贵了，那现在没有了。为什么？众生没有这个福报了。众生有福报，佛在经上讲啊，境随心转啊，人心独善啊，这种好相它就生了。啊，人心不善啊，这些珍宝啊，在这个世间它就产生变化。科学里面讲啊，它方程式的组织它就改变。物质，基本的物质，我们知道都是相同的。啊，讲到原子、电子、粒子啊，现在科学家达到夸克，这都相同的啊。那么基本物质组成了物质的元素，那就不一样了啊。它是怎么组织的？我们讲这个也是自然的，好像还没有人能够制造啊。其实都是从心想生啊。佛说的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人身体清虚之体啊，啊，人身体是透明的，那所有物质我们这个世间人看都是珍宝啊。啊，大地，我们大地是泥沙，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是琉璃，不一样啊。那我们一提想的是琉璃，哦，琉璃是就像我们这边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啊，提都很硬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为什么？它是软的。啊，所以七宝啊，可以做成衣服的材料，
它是软的啊，而且是很薄的，很轻的啊，是我们无法想象啊。啊，同样都是一个这个基本物质，都是一样的，是组合不一样啊。那么这个通通就是由业力感应变现的啊。西方世界的众生，释迦牟尼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啊，那边的人住上善人汇聚在一处啊，这一处是极乐世界啊，都是众上善人啊，上善善恶的标准还是十善，就这十条啊。那我们说这十条我们通通都做到了，做得很圆满了，算不算上善呢？娑婆世界的上善，世间法的上善，不是出世间啊。那出世间的上善怎么个讲法呢？出世间上善还是这十条，还是圆圆满满做到啊，只是啊决定不附带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上善。你看我们今天做到了，但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断，这是世间的十善。如果是执着断掉了，我们对于世出世间法一切执着的念头没有了，那是声闻缘觉的上善。啊，如果说是分别也断掉了，啊，实善做不做呢？做，一点都不缺。啊，这个四善是圆满的，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菩萨的上善。啊，那是什么呢？四圣法界里面的上善。这个意思不一样啊。如果再把妄想也断掉了，不起心不动念了，那是一真法界的上善。住上善人呐，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是法身大士啊。啊，那我们要什么条件才能往生呢？至少要做到人间的上善，也就是说，你妄想分别执着，你没断呐。啊，十善业道做得很圆满。这个圆满要知道，圆满的标准是无量寿经经体上的标准啊。经体上标准是什么呢？清净平等具啊，这个能决定往生呢 啊也就是你心地清净啊，你心平等，你心不迷惑
清净平等觉，里面就圆圆满满了，包含菩萨六波罗蜜。你能够修布施，布施是放下了悭贪呐，持戒放下了恶业的清净心啊，这个六度里头这两个是修清净心的，忍辱精进这两个是修平等心的，你不能忍，你成会的烦恼断不掉啊，功高我慢的烦恼断不掉啊，嫉妒障碍断不掉啊，啊，这个什么，这都有高下不平啊，所以你修忍辱，修精进，成就平等心。修禅定，修般若呢，成就啊正觉心，就智慧心啊。所以清净平等觉要好好修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得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加持啊。加持功夫恰好是自己所修学的一倍，啊，如果我们自己修学的没有功夫，到临终的时候佛很想来接引我们不会来啊，为什么原因呢？你没有一点功夫加不上啊，佛光是遍照啊，是普照啊，啊！可是我们自己有业力，把佛光啊排斥下去，排斥了啊！我们业力像一把伞一样遮盖了，佛光照不到我。这个不是佛不慈悲，佛是慈悲，像太阳一样，阳光遍照。啊，你要肯接受才行，你不肯接受，啊，你躲在树荫底下找不到你了，躲在房子里面也找不到你了，你出门打一把伞也找不到你了，啊，这你自己有障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那我们念佛要念到什么功夫呢？啊，至少功夫成片呐。啊，这个人往生就是决定要把握啊，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你的心上啊，真的有佛，除佛之外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就叫成片了。你怎么能不往生呢？啊，可是怎么样呢？烦恼习气真的没放下。还有啊，可是心里头真有佛，这样的功夫，黎明宗时佛先放光照你，这一照啊，你的功夫就加了一倍，一倍就到什么样功夫呢？一心不乱，
弥陀经上讲的，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翻译的不错，翻译的好，可是梵文的原文不是一心不乱。你去看看玄奘大师的一本啊，玄奘大师一本上没有一心不乱。啊，玄奘大师怎么翻的呢？一心细念。一心细念就跟我刚才讲的，你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叫一心细念。一心细念，我们想想能做到啊？一心不乱做不到啊？那鸠摩罗什大师有没有犯错呢？没有啊？为什么呢？有一心细念，临命终时佛光先一照，把你提升了，提升到一心不乱，这就没犯错。那么一心不乱，有事业心，有理业心，这属于事业心。如果你念佛念到事业心，那佛光一照的时候就变成理业心。诸位要知道，理业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啊；事业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它是平等的，它是没有障碍的。啊，一生一切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同时你也是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没有障碍啊，这是无比殊胜的境界。这个境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所以叫特别法门啊。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啊，确确实实有一生都不信佛的，一生都没有念过佛的，临命终时遇到了善知识，教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他就接受，他就不怀疑，他就念，也往生了。这个使我们感到很惊讶了，那这什么原因？你必须要晓得，他这一生虽然没有学，是没有遇到缘。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修净土啊，累积的善根福德深厚啊，所以他才有这么好的缘分。这一生往生啊，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很幸运的运气很好，不是的啊，你看到的前因后果你就明白了啊，人家多生多世的累积。那么我们今天修学困难在哪里呢？功夫不得力，不是不想学，真想学就是不得力啊！这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业障太重了，习气太深了啊，所以功夫不得力啊。那要怎么办呢？最普遍的一个方法就是听经，这听教啊，
你多听多学习啊，慢慢的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业障就化解了。为什么业障总离不开迷嘛？天天听经，慢慢开悟嘛。悟能破迷，也就消你的业障了。道心才真正能生得起来。所以不读经不听经不行，中下根人多啊，上根上上根人少啊。所以世尊当年住世讲经说法49年，就是对中下根人说的对上上根人哪里需要讲经说法，不要这么麻烦了。禅宗六祖慧能是上上根人，你看他一点都不麻烦。真的一生听经一次，就转凡成圣，大彻大悟，他就做佛去了，一次啊。那我们能想象得到，他的时间顶多不会超过2个小时。人家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成佛做主去了。我们学了40年，还到不了他的程度。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也明白了。人家是真有本事，一听明白之后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就放下了，叫顿教啊。我们明白之后的时候放不下了，理是明白了，事放不下。放不下的原因佛给我们讲的，烦恼习气，实实在在讲啊，我们对烦恼习气还没有真正搞清楚。为什么呢？你还留恋吗？真正搞清楚了，像慧能那样，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跟我们表演的一样，好学啊，都学了12年。学12年之后没得学了，印度这些高明的老师通通清净过了。这自己在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入定，把12年所学的通通放下，放下就是清净心里面的没有有什么都没有，真心就现前了。那我们今天听佛说法，清净心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听起来害怕了。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
什么都没有，是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啊，那慧能大师给我们说出来了，释迦牟尼佛当年没讲，为什么没讲？没对象。他给谁讲啊？没人懂啊。慧能大师讲出来有对象啊，他给谁讲的？他跟五祖讲的，他有对象啊。啊，五祖是什么人呢？五祖也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啊，他就把悟儒的境界说出来了。啊，说出自性啊，你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你见到自性，自性什么样子？他说自性清净啊，本来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包括我们现在所有众生，我们的自性有没有染污？没有啊，没有染污，好像是有染污，麻烦就出在好像啊，好像是有染污啊，实际没有染污啊，这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要常常提醒的啊，为什么呢？你还没放下吗？啊，本来清净，本不生灭啊，本不生灭，不生不灭。那么现在很多众生贪生怕死啊，啊，听说死后哟，这个严重了。啊，你要晓得不生不灭，没有生死。啊，本来不生，哪来的灭？啊，这个现象呢，就在现前，实在确实是非常非常神秘，不是秘密，神秘，这个道理太深了啊！思想太微细了，太复杂了，不容易明了啊！自心本来具足，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一切具足，没有一样欠缺。所以你要真正知道啊，自性里面的殊胜功德了，你什么都不要求了啊，你有求了错了，有求的时候把自性本具的迷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迷了，迷了怎么？它暂时不起作用，这个多可惜啊！啊，所以觉悟的人看这六道里头迷惑众生呢，过得那么苦了，冤枉。说他为可怜悯者，一点都不过分。啊，自信本来没有动摇。啊，我们是那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
它永远不断。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可是自信的他从来没动过，没有念头啊，念头是假的，不是真的。幕后说能生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切诸佛的刹土，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六道众生，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事实真相啊。啊，所以能大师说出来，忍和尚给他印证啊，忍和尚是无足啊，给他印证一点都不错啊，你所悟得的境界跟他的境界完全相同啊，这一波就传给他了。释迦六祖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代表啊，我们每个人跟他们两位没有两样啊，是一样的。哎，他悟了我还没悟，他明白了我还没明白，他放下了我还没放下，差别就在此地。那么现在问的是，我们要不要向他学习？啊，这个地方所讲的细微文相，我们自从迷失了本性之后，在设法界在六道里头从来没闻过啊。啊，偶尔也真的有一些修行人闻到过香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香人间没闻过，我学佛呢就有好几次啊，至少有四次啊，可是有一次是最殊胜的啊，在美国晚上，好像是在陈大川居士的家里啊，有六七个同修啊，在他院子里面有个小亭子，我们坐在这边喝茶讨论佛法啊，忽然有一阵香，每个人都闻到啊，时间不长，大概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没有了啊，各个人都闻到啊，这个香味说真的是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以后就没有了。那么同学们就问我，哎，这是哪里来的香？
我过去听说过，没有亲自闻到，这次亲自闻到了。再想想以前一个老和尚告诉我们，或是在念佛的时候、参禅的时候，我们是讨论经教，这个时候有天人从这边经过，看到你在讨论经教，他很欢喜，在那里停一下，他身上放得下。感应的像，是我们一个人，很专心的在读经，在念佛。只有一个人闻到，在你旁边人都没闻到，这是感应。多半是什么？多半是檀香。非常好的檀香。那么我们相信啊，同修当中一定啊也有很多人有这个经验。是难得了，那最殊胜的是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如果有菩萨有罗汉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也停一下的点点头啊，那个香味啊，那就真的是习闻习味闻香皆得闻呐。这些感应证明佛在经上讲的事都是真有，不是假的。我们这是缘没有遇到。会不会遇到呢？会。怎么知道会遇到呢？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清净平等觉能感啊，诸佛菩萨的能应啊，那么这种相在我们现在人来说的时候，不但能治病，而且能消业障，能长智慧，有特别殊胜的缘分，这不是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有。从闻香开悟的呀，鼻根接触香气之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就是什么？鼻根。嘴里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一切众生呢，这个根性的蒙力并不完全相同到见性之后那就相同了这化身菩萨跟化身菩萨完全平等的，六根互用了。没有见性之前，这就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根性不同，见性之后才完全相同。这些道理不能不懂你懂了之后你就相信。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一向施佛即佛塔是故得成此光明。那我们用香供佛
公道场。啊，佛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场。啊，佛呢就是大众。啊，这个要知道，我们供过去佛，供现在佛，供未来佛，都有这种心呢。啊，现前所有大众啊，都是未来佛。供养这些佛，比供养过去佛、现在佛的功德还大。你说大在哪里？我跟你说说，你就明白了。现前众生，你都把它看作佛一样的恭敬。那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那个恭敬心，你就可想而知了吧。啊，对眼前的佛不恭敬呢，你说对过去佛，啊，对释迦、对弥陀的恭敬，未必是真心啊。啊，为什么要恭敬他呢？有求于他。啊，我想求生极乐世界，希望临终佛来接引我，我有求于他了。如果没有求于他，恭敬心马上就衰了，就减弱了。如果对一个众生的时候跟佛一样恭敬心的话，那你的恭敬心是圆满的，不一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愿是离尽诸佛，那个诸佛就是讲十方三世佛啊，未来佛就是包括一切众生，不但包括一切人，一切生物啊，蚊虫蚂蚁，在你眼睛当中都是佛，都是菩萨。你要常常养成这个心就好啊，常常在这里养成之后，你就能修普贤行了。要不然你充其量修大乘，你没有办法修普贤行啊。可是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这句话意思你要懂啊，菩萨不修普贤行能不能成佛呢？能。在哪里成佛呢？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四圣法界最上面是佛法界，成佛就成那个佛啊。不能成佛是不能成一真法界的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六集里面讲相似即佛啊，是相似佛，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呢？他无明没断，就是妄想还在，他没见性啊，没有出十法界。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为什么无明没断？我们马上就想到了，他心不平了，他不是用平等心对众生的，平等心是真心，对待一切众生还有差别，那怎么行呢？啊，要知道真心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要永远记住这话，
反正是你那个妄想怎么不谈，为什么太深了，我们只讲分别执着，你还有分别执着，你用的是我们套佛第一句话的时候，轮回心，你用的是轮回心呢、啊？用轮回心呢、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学得再好，是六道里面带一点福报啊，六道里面的因果可怕。这个地方六根全都是佛法，佛说得很好，你用刀杀一个人罪不大啊，将来什么还命嘛，欠他一条命嘛，冤冤相报嘛，现在还他一条命就是了嘛。如果你要障碍他闻法，这个麻烦就大了。啊，破坏众生闻法的这个机缘，他的果报啊，生生世世愚痴啊，他不是一生啊。啊，佛讲啊，断人生命最小啊，断人慧命最大。你把别人化生慧命障碍住了，这个麻烦可大了。现前这个罪业，你所感得的阿鼻地狱果报，地狱出来之后，还在恶鬼道受罪，出生道还债，受满了之后到人间来，啊，才再带个人身。得人身之后，六根不全呐、啊，障碍人看佛像，看佛经。你就得果报啊，眼根就不能见了，障碍人听闻佛法啊，你耳就不能听声音，啊，这是两个比较鲜明。所以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那么说得像更深一层的有界相，有定相，有慧相，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介绍，界相呢，
就是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里面没有过失，没有恶意啊，没有违背信德的念头，叫无非也啊，念念跟信德相应。这个里头是怎样呢？由前身次第不同啊，那是看个人修养不相同了啊。最前的啊，讲到戒律，那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啊，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学习做到的《弟子规》是戒律，《感应篇》是戒律，《十善业》是戒律，《儒释道》这三家根本的戒律啊，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些戒律没有违背，这无非也戒相啊啊，都能遵守，没有违背呀。那你心就没有恶念了啊，无恶啊啊，当然没有嫉妒啊，没有贪嗔，没有害众生的念头啊，即使这个众生对我不好啊，他害我，我也不能有害他的念头啊，他害我，他造业，我要再一报复他的话，那我也在造业了，那就错了啊。他造业，我不造业啊。他加害于我的，非常有限。这个道理你要懂啊！啊，别人陷害我，我受他害的很有限的，啊，自己有多福吗？啊，这个地方被人障碍，那个路通了吗？啊，不见得真正的受到害。啊，总而言之，你自己心里面善良。你守住戒定慧，决定有好处。啊，换一句话说，别人害不了你。啊，往往的时候给你做了逆增上缘。总而言之一句话，啊，要以纯净纯善的心。处事待人接物啊，你决定不吃亏啊！啊，有时候好像看到吃了亏了，实在讲的是，那是跟你小业障的，否则话，这是过去今生所造的业障，到哪消啊？持戒忍辱禅定般若业障消了啊！如果你还有一念不服，一念不平，自己受了委屈了，不但你的业障消不了啊，你又在造罪业了，那就真的错了了啊！这个错了之后，就要演变为下一世的果报，所谓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叫真苦
啊，要知道啊，谚语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八苦里头有冤怎会苦啊，这个冤家对头老是碰到啊，为什么老是碰到，都过去是造孽了。如果真正懂得佛法了啊，这些冤家对头遇到了，无论他怎么伤害我都接受啊，没有一点怨恨，没有报复，业障就小了啊。学佛说老实话，这是最低的好处，我们要学会 啊这一点都没学会啊，那我们在佛门这一辈子什么都没学到，那真可惜了啊，这很重要的一条教诲，我们能做到，才能不断的将自己向上提升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用戒相供佛啊，那么戒相供佛你就明白了，我们对所有的同参道友以纯净纯善的心啊，没有丝毫的恶意，没有嫉妒，没有嗔恚啊，没有啊这个损害众生的念头，定向也要学啊，定是向啊。我们看到善，看到恶啊，也就是善人、恶人，顺境、逆境，能够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不受这个境界的干扰，这就叫定啊！啊，顺境善人，哦，生欢喜心了，你被他干扰了啊！逆境恶人一看到，心里就讨厌。啊，不愿意跟他往来，你又受干扰了。如何能真正修到冤亲平等？顺逆不二，这定向，定比戒高啊。啊，所以我们天天用戒定真相啊在供佛，这个功德可大了啊，比那个什么那个印度的法师到中国来的时候带了个一碗牛头粘痰，那个还价值还要高啊。这个故事是从前李老师讲给我们听的啊，非常稀有，众生有福什么珍宝都现前，众生没有福的时候全都消失了，众生的意念改变大自然物质的变化，
众生心地善良，大自然的确好，的确是风调雨顺啊。啊，无量的珍宝，这我们一般讲七宝啊，发现了啊，绝对不是说哦，这个地方的金矿被人挖光了啊，没有了，挖完了，是会挖完的。为什么呢？贪心，贪心就挖，挖光了。啊，如果是无贪，居住这个地方人没有贪心，这些珍宝是拿来造福社会，拿来帮助于苦难众生，那个珍宝是用不尽的。这些道理我们学佛的同学在一起学华严这么多年不会怀疑啊，我们都能接受啊。那回向当然是最圆满的啊，会是以智慧会从哪里来的？会从定来的。啊，没有定，就决定没有智慧。啊，你看《金刚经》上所说的：“性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是慧相啊。啊，你能见到。佛法讲的是法界虚空界，我们世间人讲的是宇宙啊，无尽的时空，这里面森罗万象，万事万物的真相，你能见到。啊，智慧的心是清净的。啊，真正像《十善业道经》上所讲的，纯净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是智慧啊。啊，以这种相供佛，像是佛。以这种心，智慧的心，来供养道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护持道场。啊，用戒定慧来护持，用戒定慧来帮助啊，现前这个世间苦难众生。那就是感受比清净光的真因。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舍清净，又放光明舍清净，能以美音称赞佛，永除粗恶不善语，是故得称此光明。啊，那么这是舌根清净所放的光明。
在十善里面，语业啊，口业、语业，你真正能做到了，不妄语。啊，决定没有欺骗众生的这个念头，念头都没有，哪里有行为呢？你怎么会欺骗众生呢？啊，这一条无戒里头，啊，无戒里头不妄语啊。没有人能做到，还有人看到这个不妄语害怕。现在这个世界要不妄语，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吗？啊，做生意买卖，我要不妄语还能赚钱吗？啊，西方人讲的隐私权啊，个人还有秘密不能让人知道，那不妄语不就做不到了吗？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有些长者那年龄呢都大我二十以上的，我的一些长官们啊，看到我学佛了，讲佛家这个十善五戒做不到啊！啊，在这个世界上行不通啊！啊，我那个时候初学，啊，他们都是长辈，我也不好说，只是点点头，听听他们说而已。啊，想想呢是真难做到啊，但是如果你真正懂得戒律，你就不难做到了啊。别人来问你，你细心去观察观察，他用意不善，可以不答了，那不是妄语啊！啊，佛教给我们用沉默来对付人，而念佛的人呢，还有一个妙诀，无论他来问什么，阿弥陀佛，他再问你阿弥陀佛，很好。他问你用的心是不善的，哎，你句句阿弥陀佛灌到他耳里头，善了，善极了。啊，决定没有欺骗人的念头。啊，但是现在人也懂得了，我不骗人了，但是我要怎么保护自己啊？对于保护自己，绝对没有伤害别人。还有方便妄语啊！佛在经上跟我们举例子啊，菩萨大妄语啊，菩萨看到个打猎的人，这个猎人呢追一只兔子。走到这个三岔路口的时候，不知道兔子往哪跑掉了，啊，正好菩萨从这边经过，啊，他就问菩萨：“你有没有看到？啊，刚才的时候我追着兔子的时候，啊，菩萨说看到了，从哪里走了？啊，这一条路从那边走了，相反的方向，这不大妄语了吗？对，叫方便妄语，
救了两个人，救了兔子，也救了打猎的人。打猎的人杀兔子，他造杀业，两个都救了。善意的帮助人的，不是害人的。这是方便法了。所以佛法里面讲啊，慈悲为本呢，方便为本。戒律。佛法虽然是很严，条条戒都有开源。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开戒，要打妄语，救两个众生。如果要是说实话了，这两个众生都受害，兔子会被猎人杀死，猎人来世会要还债，你杀他吃他，将来的时候来生他杀你也吃你，楞严经上所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生生世世互相吞啖了。菩萨不忍心看到这个冤冤相报，把戒给化开啊。那你就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每一条戒都活活泼泼的在运用，不是死在板的，很活泼啊。对我们日常生活只带来了利益，决定没有伤害。而且带来的是真正的欢乐。这是所谓佛法不离世间法了。就世间法里头加上了戒定慧三学，世间法就变成佛法了。所以佛法有没有些可以像现在像这个文艺晚会这种欢乐的活动？有啊，你看这个地方是古乐古乐玉佛及佛塔啊，可以啊，所表演演出的无论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通通可以表演的。这个里面儒家的标准是无邪，佛法的标准是戒定慧，这个里头也可以表演因果报应让这些观众听众接受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佛不舍弃这个方法了那么所以在中国民间这个诸位都知道佛菩萨神明有一些戒日用什么来表示的他的敬意呢？唱戏歌舞来庆祝这在民间
很普通啊，流行了几千年呢、啊。古时候没有这么多学校啊，人民怎么样教好的呢？实在讲就是用这种方式，社会教育啊。所以看看中国过去的啊这些戏曲民间艺术啊，歌舞，你看看它的内容，总不外乎忠孝节义，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它总离不开这些。啊，最终的结局总是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用这个来教化人心呢、啊。中国幅员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念过书的，不认识字。现在。所谓是文盲啊，但是他们受过教育，他不认识字，他受过教育，他懂得孝亲尊师啊，他真正能够啊做到五伦八德。他懂得因果报应啊，从哪里学来的呢？都是从民间艺术庙会里面学来的啊，孔庙里面学伦理道德，城隍庙里面学因果报应啊，佛寺里面学戒定慧三学，学菩萨六波罗蜜四习四摄啊，我们前面都读过四习坛、四摄法、四无量心啊。啊，那么在佛教里面学习，一般来讲呢，知识分子占多数，啊，寺庙里面常年讲经啊，啊，讲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班班教学，啊，多半在什么时候班班呢？在一年呢、啊、休闲的时候啊，休闲时间最长，从前是农业社会，秋收之后就准备过年了啊，因为秋收到春耕是一个季节，这个季节是佛教里头半班教学最适当的一段时候啊。那么许多人啊，多半是读书人，到寺庙去讨一个金丹
啊，这个淘金丹就像现在我们办活动去报名，对，住在寺庙里面，啊，住两三个月，听一部戏。啊，实际上平常的时候，寺院里面讲经教学没有中断的，啊，多半是对出家众，或者是常年他没有工作的，啊，多半都是比较富有一点的人家，不愿意做工作呢，哎，到寺院住个一两年呢，听一两年的经，这很多啊。啊，还有就是退休的，啊，退休的这些老人对佛法有信仰，啊，对儒道都有基础的，他们非常乐意，啊，在寺庙里面常年读书。研习，啊，所以寺庙里面不但可以学到佛，也能学到儒，也能学到道，啊，通通都有人讲啊。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代代呀都有人才出现呢？这些人才不是像现在大学研究所培养出来的啊，儒释道三家培养的啊，儒家有书院，道家了有道观，佛教有寺院，确确实实他们来负责培养社会伦理道德啊，现在讲哲学科学这些人才啊，中国社会之衰在近代的100年到150年，啊，150年前开始衰微了，这个100年是真的衰了，啊，到今天是到了低谷了，啊，我们如果要真正有意思，再把传统文化了。再复兴起来，这要靠人，要靠真正有志于道学的人啊，就是佛所说的能持戒能持苦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才行啊。圣人的言论，圣人的教学，就是这里讲的美音。啊，称赞佛，啊，这个佛里的含义很深很广。称赞佛性，称赞佛的德，称赞佛的能，称赞佛的孝，
称赞的方式用的最普遍、最广泛的是讲经教学啊，这个方式是用的最广的。除这个方式之外，用音乐啊，佛门里面的梵呗啊，《大藏经》里头，我看到有两册，很厚的两册，内容是什么？全是赞佛的歌曲、歌词。哎，在从前是有谱的，现在谱失传了，很可惜，词留下来了。啊，那么还有编成剧本的，哎，这些收在大藏经里头啊。啊，念佛经收在大藏经里。是这个昆曲啊，评剧剧本啊，要舞台表演的啊，歌舞通通有啊。我们在敦煌壁画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大众讲经说法，空中天女在散花啊，天女在表演啊，这个唱歌跳舞啊，来供养大众啊。小城里面没有，大城很多啊用这些方式啊来赞佛啊，赞佛说让大家都觉悟佛性，一切众生跟佛是共有的，没有差别，佛的德都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嘛，佛的能力、佛的相好你一样都不缺啊，用种种方法来提醒你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爱啊，我头一个讲自爱。为什么呢？你自己不知道爱护自己啊，那个爱全是假的，你根本不懂得爱啊。自爱第一个是爱自己的佛性，爱自己的性德了啊！我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啊！啊，他为什么成佛呢？他爱他的自信啊！我们为什么没成佛呢？我们现在是爱烦恼，不爱自信。啊，烦恼是跟自信完全相悖的，啊，背道而驰啊！啊，你喜欢贪嗔痴慢呢？你喜欢呢五欲六尘呢？那就没法子了。啊，那这个就是六道凡夫啊！啊，佛菩萨爱信德。佛菩萨不喜欢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他这个东西通通都舍掉了，那叫真正自爱啊！菩萨的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你看佛菩萨爱这些了。这个相反的
不是下凡的兼贪，我们世间人喜欢兼贪，不喜欢布施；世间人喜欢做恶，不喜欢持戒。世间人喜欢嗔恚，喜欢嫉妒，不喜欢忍辱。喜欢散乱，喜欢懒惰，不喜欢精进；喜欢散乱，不喜欢禅定。喜欢聪明，自以为聪明，不喜欢智慧。这个就是凡圣不同的地方啊！这是简单说就是世间人不知道自爱啊，佛菩萨懂得自爱呀、自爱才会爱他，爱他呢才会把正法传授给他了，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他接受，就帮助他，先帮助他明了，然后帮助他接受，最后帮助他欢喜，终极目标帮助他证入，这叫真正爱他。佛法里面讲慈悲，这真正慈悲呀。我们今天知道佛法好，佛法殊胜，确实在这个世间天上人间无与伦比呀。遗憾的是真正如法修行的人太少了，所以没有法子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更不可能呢引起社会大众的爱好，那从哪里做起呢？我们绝不能祈求佛菩萨再来，求不到的，佛菩萨不会来，那怎样求法呢？求自己，自己知道之后要懂得自爱，如教修行就有感应的，这个我们要有信心。佛在经教里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我一个人懂得了，明白了，依教奉献了，诸佛菩萨不会舍弃我，他要舍弃我的话，他打妄语了，他说话就不算话了，不舍一人嘛，我一个人虽然是一个人在干，佛菩萨也不舍弃，所以要有信心呐、我们跟诸佛菩萨有约。这个约的证明就是经教，跟佛菩萨有约。所以在四摄里面的同四，我不说跟众生同死，我说的是跟佛同死，跟菩萨同死，跟圣人同死，跟贤人同死，在先前这个时代，不是这样子学习呢，成就不了自己，自己成就之后才能成就别人。
啊，那成就别人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在啊。啊，讲经教学，要记住世尊的风范，只闻来学，不闻往教。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劝一个人来听经，不可以。来都是自动来的，啊，决定没有招生的，决定没有劝请的，没有，啊，佛没有，佛永远谦虚、谦卑。你问他，哎，我不行啊，我差得很远呢，啊，不敢为人师啊。啊，这都是教人，决定没有功高我慢的念头，念头尚且没有，哪有这种行为呢？啊，哪里会有这种态度呢？啊，永远谦虚。啊，那怎样帮助大众来接受佛陀教诲呢？那是学生的事情。学生也不能到处去劝人，不可以。学生只可以赞佛，啊，赞叹佛，把佛怎么样教给我们，我们做出来了，这形象摆出来了。啊，你对人有礼貌，很谦虚，啊，言语制止没有妄语。没有伤害别人，别人看得很欢喜啊！哎，向你请教啊，啊，那向你请教去了。我从释迦牟尼佛那里学来的。哦，于是大家听到说，都到那里去学了，是这么来的。啊，所以用啊，表演、演说嘛，说就是赞叹。啊，所有赞叹的这些歌词，通通都是引导人、戒言人来亲近佛陀，啊，来学习佛法。他用这个方法招生，这个很妙啊。那么已经懂得的，啊，讲经说法，这个寺院里有旗杆，旗杆悬床，床是讲经说法，大家一看，哦，今天有教学，有开班教学，他就来了。啊，如果有会聚会呢，啊，法会呢，用幡，啊，所以旗杆上你看到挂什么，你就想到他今天有什么活动。啊，欢喜发会的参加发会，欢喜听经的你就来参加上课。啊，佛用这个方法了，不是不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你愿意来欢迎你，你不愿意来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这就是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不会带给你烦恼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